麻烦你们赶一下好吗？好，拜拜。来电话了，女儿啊。喂，爸，你在干嘛？看报纸啊，跟你讲电话啊。那你跟妈最近还好吗？最近很好啊，时好时坏，看她心情。好啦。怎么啦？没有，想说很久没有跟你跟妈讲电话。哦，这样子啊、哦，那很久没回来了，找个时间回家。我最近应该不会回去。虽然解封，但是我想说疫情这样子，还是先不要回去比较好。现在缓缓了。哦，也好啦，等再缓和一点再回来，因为搭交通工具也蛮危险的。啊，下个月父亲节，你有没有想要什么礼物？家里什么都有嘞，不用再多花钱了啦，钱存起来吧。你确定吗？哎、欸，好啦，有电话来了，我等一下打电话给你，拜拜。好。这么忙，讲个电话的声音时间都没有。喂，你好，我想要订购宅配豆腐。对，太麻烦你了。喂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刚收到这么大一个。你收到东西了？哦，不是跟你说不要再花钱了吗？那、啊、你有猜吗？你先猜啊，你先猜，不要问。还在猜呢。这样。怎么猜这么久？哦，那个宅配的包的太好了。哎呦，按摩椅耶。对啊。因为你常叫妈帮你按摩，她昨天还跟我抱怨嘞。啊，这台的话，你就以后就不用麻烦她啦。不是跟你说不要再花钱了吗？不会啦，你好好用都不会啊。而且现在百货公司有超多的活动，银行啊、礼券，送到家还不用钱，免运。哦，好啦，没花到钱就好啦。好啦，你要记得用啊，不要一直放在家里面生灰尘。父亲节快乐。好，你也快乐哦。快乐，你快乐我就快乐啊。好，我快乐，你快乐，你快乐我也快乐。你都要记得用哎。好，拜拜。真好，有这种女儿。广山搜狗帮你送爱给爸爸，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！